OK，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赛季大嘴的无限隐形 BUG。好，那首先你必须要有一把小丑变色龙枪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一把。这一把呢是所有玩家都可以免费白嫖到的，它在季票的好像50-60等那边，哦，可以免费拿到。可以看到我这个难易度是修罗，然后主剑没带，我们就这样进去零杀通关这一张地图。哦，这个方法呢，几乎应该是每一张图都适用了，但不过有一些图可能要破墙，那我们就选这一张不用破墙的，就比较不用那么麻烦。OK，走吧。开始的时候你只要买一把变色龙枪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真的真的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他们要出来的时候，哦，你就开始隐身，隐身右键压着，然后一直点 Q 就对了，两下 Q，隐身两下 Q，隐身两下 Q。接下来就是 CSO 蜡像馆，他们就只会滑出来，哦，然后不会攻击你，对，顶多就是达叔会拉屎，我是还没有试过残暴达叔啦，就是那个紫胖，不过应该也是不会攻击你啊，好像只有 BOSS 会打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有要破墙的话，你就是可以配个斧头啊，或者什么，隐身完之后，哎，刀一下这样，啊，哇，我一杀了。哎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了，我们就算零杀哦，零杀通关，那不算，那刚刚是为了示范啊。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按的手好酸啊，不过好像一只紫胖都没出哎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僵尸出来，然后那个数量可能占满了，他可能出来只会固定出几只嘛，所以导致紫胖出不来。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哦，有没有？他们下来都很整齐的排队啊。不过只要我操作一失误，他们就会往我这里靠过来。虽然是不会打到我啦。有没有？排队，排排站。这里是达叔区，这里是杂牌区，这里是主要都还是一般僵尸，这边是保罗区。哎呦，哦，不灭沙拉哦，看一下不灭沙拉会不会打我？卡太多只僵尸了啊，不灭沙拉出不来啊。啊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零杀哦，单通修罗地狱沉默陷阱。不过很可惜，没有试到紫胖，就是那个紫胖，对。不过应该还是会忽略我了。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啊，那就这样了。